卡贝沙罗就是这个，这个。啊？你超级喜欢这个小盒子。装披萨的啊。那个盒子是有那种爱心图的吗？对啊，那个小的话可以用小盒子装，这个是装大的披萨。来，你来看，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窑烤的窑，这个是窑烤的窑。然后我们的披萨在这里。啊，龙虾五沙拉，姐姐有没有看到？快拿进去。好，帮我拿进去，谢谢。走吧，我们去吃我的披萨的。啊？对。嗯，走。Go go go， 去吃披萨了，吃披萨了。哎，哇哇，弟弟有没有看到？好香哦！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龙虾五沙拉披萨哦。要不要吃啊？我要吃，佳佳老师可以吃，因为这个是龙虾的。对，这是龙虾五沙拉披萨。好，那你们可以捶捶，然后再用手拿来吃看看。弟弟，你在捶手？你在捶手？姐姐这样子很聪明哦，姐姐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烫了哦。我还是有点烫。哎呀哎呀，卫生纸会沾。不然等一下好了。你先拿起来。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这样，那到掉了不能吃了。认真。妈妈好兴奋哦。好了，姐姐可以吃喽，大家可以吃，这个就不会辣喽。上次我们点的有点辣，这次的就不会辣了。可是我吃那个有感觉到。这个离弟弟近一点好了，因为弟弟的经验从来都会掉下来。来，靠弟弟近一点，对，然后让弟弟可以接着吃。对。闭着，你叫闭着。弟弟可以用手拿，现在应该不会很烫了。闭着。姐姐，你吃起来味道怎么样？起司有没有很浓？这个是薄皮披萨哦。因为我这边有在那里。不需要卫生纸吧？你的卫生纸要把酱盖起来。对啊，不用卫生，弟弟不用卫生纸。你不用学姐姐，你直接吃就好了。你觉得爸爸夸姐姐聪明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帮你拿掉，不用，现在不用卫生纸了，本来是很烫才需要，现在不烫的话就不需要了，好烫啊、可以直接吃了。好烫、啊！弟弟这样子很聪明哦，用嘴巴去接披萨、哦。看到弟弟有那个板子。你没有？对，你没有。弟弟，你先吃皮啊！你没有先吃料吗？料很好吃哦，龙虾哦，龙虾肉哦。爸爸，龙虾肉是这个，这个是蟹脚啊。你还要点爱心型？对啊，等一下还有爱心型的，还要晚一点过来。这有拍照打卡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拍照打卡就有爱心型的。弟弟可以的吧？应该不会很烫了吧？吃看看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子。豪气的吃，豪气的吃。姐姐怎么了？是太好吃了吗？好好吃哦！哇，弟弟很喜欢吃哦，一口接一口。妈妈也是。哦，妈妈刚刚牵得很长哦，牵了一条长长的丝。再看一次好了。好吧，认真吃，认真吃，给他吃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好长啊，好厉害啊，好，很棒。来，好蚊子哎。等一下就不会有了。